要搭2425去，结果我们错过了。大家好，让我介绍一下这次的成员，大姐。怎么了？这是我们的成员之一，大姐。OK，Maggie。哟。OK， 宝贝。一家三口开心出游。Too much 了。现在这个人要撑高，带我们游泳。走就会看到河了，希望。妹哥，你再讲解一次。一圈是冬天，一圈是夏天，好像是冬天会比较窄一点，还是怎样？我忘记了。okay. 国中的生物科学年轮是吗？对啊。OK， 非常好，完全看不懂，就说要认真读书了。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看不懂。鳗鱼的西文就叫 La Anguilla， La Anguilla， Anguilla。为什么？他在介绍他的传说。Anguilla 是鳗苗。他说鳗苗诞生在海洋之中，然后通过水道进入，好不飞啦。然后等他们长大之后变成鳗鱼，然后就进到我们的口中，鳗鱼饭，耶！预备探险、啊！这真的超低的，真的超低，人生第一次觉得我这么高。是海还是车子的声音？谁这么没品乱丢垃圾？哦，真的有臭味。不知道去哪里，一直跟着那个暴冲。果然坚持是有成果的，秘境秘境。哇，我这个身高看起来有190吧？人生第一次这么高。不想要啊！哦，乱比中指。